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？来吧。哎，你好，是唐女士吗？对，是我。这是您的蛋糕。好，谢谢。慢走。 你的生日你忘了？对。你是第一次给我买蛋糕。以前你每年都喜欢过生日开 party， 我总会觉得这样好像没什么意义。所以我想了一下，从前我真的对你关注太少了。我现在想。 做一些改变。给你这几句话，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对了，最近这两天太忙了，我真的忘了买礼物了。没事，我把蛋糕冰起来，吃饭的时候再拿出来吃。啊。 你在家吧，我来给你过生日。是不是有人敲门？哎，你不是忘了今天过生日吗？我没有说我忘记啊，我只是说也是第一次给我买蛋糕。哦，那这下浪费了，两个蛋糕肯定吃不完。那当然是你给我买的。 倩，八成快点儿！来了来了，手脚慢活，这大周末的真的是一分钟都不让人清闲。我刚才还去看了的，他那里边啊还有小半瓶液体呢。楚言，啊，昨天是你负责接受的新仪器吧？啊，是我。怎么了？那为什么没有及时建立呼吸机的档案卡？我给忘了，我最近太忙了。大家谁不忙？现在没有出问题可以，不要是出了问题呢？ 你要是能把平时描眉画眼的时间分出去一半，我相信咱全中心的呼吸机都能重新登记一遍了。我嚷，我什么我？还不快去补！我一直以为你很支持我的工作，我一直也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。 即使结了婚，我也不想在家当全职太太。护士又不是医生。啊，那孩子怎么办？是廖青的舅舅接走吗？李小青的舅舅不愿意要这孩子，联系了一次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我们通知了福利院，等孩子出院，福利院接手。哦，这样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 护士长，啊，现在还能订到手术室吗？应该可以的。怎么了？17床的王保卫病情发生变化，需要马上手术。好，我马上去订。护士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中午你先自己吃饭，晚上回来再给你过生日。啊，没关系。嗯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病人是龙向东昨天晚上收的，本来定好是周一手术的，没想到。你赶紧去吧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啊。李主任，唐主任，我是在这里等燕一鸣呢。我们约好了一块出去玩，请问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下手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他来了，一鸣哥。哎，唐主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科室有事儿？急诊有手术。啊。你们先忙吧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嗯。走吧。 怎么样？嗯，主任。哎，对，这是我们唐主任，你老公这台手术的主刀。唐主任，那就麻烦您了，唐主任。不用客气，王宝贝，做完手术就没事了啊。谢谢唐主任。嗯，去了之后先打麻醉，我们马上到。好的。嗯，术前检查都完善了吧？都完善了，就是血脂偏高点，但是不影响。嗯，秦大中已经到手术室了，他今天怎么那么积极啊？ 不是他积极，是星期天麻醉科的人少，安排了吕潇当这台的主麻。他最近不是刚升了主治吗？虽然职称到了，但是叶一鸣不在，他多少有点心慌，所以就让我们心外的人早点过去盯着你。啊？哎，这个不是看车5连术后那个孩子吗？对，龙大夫本来早上要去儿科查房的，今天早上心外不是有手术吗？我就把他接过来了。 龙大夫看完了，说挺好。那你还不给送回去啊？护士长不是这两天心情不好吗？我想着，来，孩子来都来了，给他放在这儿，搁我们这儿待一会儿。护士长看见他，没准心情就好了。护士长最近确实不对劲儿啊。嗯。过来看，多可爱呀！ 麻醉怎么样？一切正常。吕潇，恭喜你啊，升主治了。谢谢唐主任。这要不是因为你今天手术啊，我还真不敢上呢，心里没底啊。但一看这心外家常，我心想有你们拖着，那肯定没问题。咦，这话说的太客气了。唐主任，您不知道，刚才这麻醉给的可好了。 毕竟是叶一鸣的学生吧，其实不用太紧张，多做几台就好了。嗯，我这不是想着不要给叶主任丢脸吗？可以了，唐主任，可以手术了。好，开始手术吧。那就这样，我们就按照指导会的精神继续找。好，你有什么想法，随时跟我联系。好的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 哎呀，这星期天也不让人消停着。是我，刘峰。疾控中心。好，你说，我听着呢。 哎，主任，这门打不开。啊？怎么会呢？我看一眼。唐主任，我们手术室的门真的打不开。巡回，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。好。唐主任，我是刘芳。你们现在做的手术患者是一个 MERS 密接者。你们所在的手术室已经被隔离了，你们抓紧做完这台手术。 好，我明白。那我马上安排，有消息告诉我啊。大家把手里的活都停一下，戴上口罩，跟我来看换钥匙，快！把门关上。听我说完之后，大家不要惊慌。 目前这个消息仅限之前换钥匙的人知道，听明白了吗？我刚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，是机床王保卫，是中东呼吸综合症的密接者。王保卫是出租车司机，3天前在机场拉过一名外国旅客，这名旅客昨天发病，今天早上被确诊了。现在心脏中心启动烈性传染疾病应急方案，首先关闭心脏中心病区的大门。 外面的人不能进来，里边的人不能出去。通知病人家属取消一切探视活动，变更饮食统一由医院安排。其次，就地隔离王保卫病区的所有病人，所有接触过王保卫的医护和护工统一在会议室隔离，等待疾控中心的人来做验视。其次，对王保卫入院以后所涉及的场所进行彻底的消杀。为了不让病人和家属引起恐慌，就说这是防病演习，请大家配合，听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。那现在就去储藏室拿防护服和 N95 口罩。 护士长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什么事？就是看守伍连树和那个女婴，现在在咱们休息室，罗永石还在那看着呢。什么？人员都疏散好了吗？我再去检查一下。欧阳处长，欧阳处长已经启动了应急方案，疾控中心派来检测咽拭子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正压防护面罩，医院库房还有吗？有，查过了，已经派人去取了。欧阳，有件棘手的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 嗯，护士长，你把刚才跟我说的再跟欧阳处长说一遍。啊，手术室分2种，正压手术室和负压手术室。简单来说，正压手术室，手术室内的相对压力大于手术室外，空气净化系统中新风量大于排风量；负压手术室则相反，室内相对压力小于室外，多用于传染病病人的手术。但是，这次的 MERS 密接者术前并不知道。 所以用了普通的正压手术室。咱们医院的正压手术室建成有年头了，净化系统不是独立的，是1拖2，2间手术室共用一套，空气可能会有混合。而唐主任隔壁的手术间现在正在进行一台肝移植手术。你们的意思是，要关掉手术室里的换气机？ 打针，哎，慢一点，不好意思啊。手术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带上 N95。手术室里的备用储备物资就这些，能用的我们都用了。我相信医院也会尽快想办法解决。密切接触者并不代表一定感染，就算是病人已经感染了，我们也不一定100%感染。不要慌。 对呀，没什么可怕的。哎，我来给大家做个科普吧。啊，这个MERS啊，其实说白了就是中东呼吸综合征，跟非典一样，都是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染的冠状病毒。但是呢，它的死亡率却是非典的 N 倍，具体的说就是37%左右啊。哎，也就是说呀，3个人传染上，也大概只有1个人才会死亡啊。哎，我不是想吓唬他们，只是觉得。 这都过去10分钟了，这医院也没有点什么新的措施。医院应该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病毒吧？想解决方案也没有那么快，延迟一会儿很正常。病人已经躺在我们手术台上了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手术必须要把它做完。是。哎，医生的天职就是这样，一切要以病人为最优先。 来吧 MERS 电影啊，还有20分钟。说吧。 把我约到这儿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叶一鸣，我怎么了？我喜欢你，是真的喜欢，不是以前那样乱开玩笑的那种。一样。我知道，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讲完？我记得那会儿，是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。 那么早，所以我说你听我说完嘛。李阳，真抱歉，时间太久了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没关系，我记得很清楚就行。所以从那之后，我就总是厚着脸皮找你。比如说我出差要去机场，我也求你送我去。我就是想着。 如果我们多见一见，多接触一下，你是不是就会慢慢喜欢上我？但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努力了那么久都没有得到的东西，那个唐医生他才来了1个月，他就得到了。得到什么？你的心呀。 我知道你喜欢唐主任，你的眼睛里全写着呢。你再喜欢他也没有用，他有丈夫，有婚姻，他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你又这么消耗下去的话，只能伤害你自己。是，但是李阳，你能不能先不看？李阳。 我真的拿你指的，我先看一下吧，我怕是医院的事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就到啊。医院出点事儿，我现在得走了。啊，那我就在这等你。你别等我了，等我忙完，这电影都结束了，这是电影票。我不是等你看电影，我是等你给我一个答复。如果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。 那你忙完了医院的事儿，你就回来找我好不好？这样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回头发微信给你啊。我真的着急，我得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不要拒绝我。如果一旦关掉换气机，那么空气里的病毒含量会剧增。但我仍然认为必须关闭换气机。隔壁手术间正在做一台肝移植手术，病人术后必须服用免疫抑制剂。如果因为换气机导致这名移植病人感染，他在免疫系统被抑制的情况下，没有存活的可能。我同意你的说法，不能用病人的生命冒险。行，那就我去吧。我去。 雨香，唐主任，我没事。还嘴硬，内裤都湿透了吧？哎，他是后怕。刚才做全麻的时候，做气管插管，那是离病人呼吸道最近的地方，他慌了。我真没事。这唐主任不也说了吗？这不一定被感染上。不一定。哎呀，不一定。哎呀，这。 剪刀，唐主任，你们屋里人听着，现在呢，换气机1通2，隔壁是已知病人，为了保住病人，要关闭换气机。在关闭换气机后呢，会有人来这里对你们进行咽拭子测试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也不知道会这样，害得你跟我一起在这被隔离了。护士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换你。你快去会议室，跟大家一起查验证据。不行，护士长，这个女婴只接触过龙医生和我。龙医生是17床的管床医生，我是17床的管床护士，她很有可能被感染了。如果你留下来，你也会有感染的风险的。如果她没被感染呢？ 如果他没有被感染，但是你被感染了，你在这就会增加他的感染几率。但是我在这儿，他就不会有这个风险啊。可是我别可是了，罗永诗，我是护士长，我要你马上离开这里。疾控中心的人就在外面，快去吧。护士长，对不起，我本来想把他带来留着，你会开心的，结果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，我会的，让大家都小心点。嗯。 赵教授，你终于肯来了，生日快乐！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里？前天我说房费不够，让你来交，你回去的时候，我悄悄跟着你来着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就是想你了，至于这么凶？再说，我也给你留了余地。 不然今天我就可以敲开门，把真相都告诉你老婆。什么真相？你还瞒着你老婆什么？什么就是真相啊？我都告诉她，我没瞒着她什么。是吗，赵教授？你可别骗人了。老实告诉你，在你没回国之前，我早就看过你手机了。 你和他发的那些微信，说你跟我只有一次，是你的一时冲动。没错，被他撞见的那次，的确是我们的第一次。可是你没告诉他。今天来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们的关系结不结束，由我说了算。而我现在不打算结束这段关系。 你何必呢？在学校里有那么多男孩子追你，你为什么非得苦苦追求一段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？退一步，放大家一条生路，不好吗？就是因为追我的人太多了，才轮不到你来甩我。 如果伤害了你的自尊心，我跟你道歉。但是我不会离开我太太，她也不会离开我。是吗？那说明真相的分量还不够重。 要是再加上这个呢？你流产了？没错，我怀孕了，孩子是你的。回国之前出了一次意外，孩子没了。 吉美中心现在在加急检测王宝贝的糖样跟血样，但还没有出结果。怎么还没出来？赶紧加急！我最好的心外大夫和麻醉大夫全搁里头呢。您先冷静一点，催也没有用。现在已经是特事特办最快的速度处理了，而且这个王宝贝他肯定是要反复检查几次的，为了确保结果的可信度。我没办法冷静。如果说安和出现院内 MERS 感染，我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以为我不着急吗？啊！现在三甲复诊就在眼前。 如果真的出现了 MERS， 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医务处做的所有事情都白做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刚才说的这些我也不懂，我只知道现在有好几台手术都结束了，咱们得把病人转移到 ICU 吧。啊，还有剖腹产的，产妇孩子都出不来，只要结果不确定，整个手术室都不敢动啊。行了行了，你别提醒我了。姐妹，好，哎，你可真是有福气呀。 唐主任亲自为你缝皮啊！哼，如果真的得了 MERS， 皮缝的再好也没有用的。嗯，主动脉夹层外加 MERS 感染，兄弟，你这是抽的九死一生的牌哟。可以。你说，这一会儿谁会过来？三甲复审有希望了。其他患者也没风险了。欧阳处长，我们是不是该握个手庆祝一下？我们啊，要换在平时啊，肯定不会跟你握手。喂，叶一鸣，我还坐在原地呢，你忙完了？嗯，我就是刚才那个地方，你只要进来就能看见我。对呀，别等了，回去吧。不过今天我跟病人的小命差点都丢了。怎么那么奇怪？什么手术连您的命都快丢了？哎呀，我好饿啊！有什么吃的吗？有蛋糕。我等你回来切蛋糕，等得我都饿了。对不起。生日快乐。不够，你要给我唱生日歌，然后给我点蜡烛，再准你吃蛋糕。 这个不是我买的那块吗？你买的那块。给小区保安。万一那块好吃呢？不可能。不是你这块。哎呀，我今天终于知道什么叫劫后余生了。嗯，我刚去超市买了一大堆零食。啊？哦。 你在跟你老公过生日啊？啊，好呀好呀，那你过吧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挂了啊。嗯，珍珍啊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赶快洗手吃饭来。妈妈，哎呀，这个赛季瑞安踢的简直是太臭了，这还是踢球吗？简直是一帮混球。 哎呀，真搞不懂你，成天看还成天骂，图什么呀？什么都不图才叫真爱。哎，你根本就没爱过，这个你也不懂。你说谁没爱过？嗯，我爱你啊，老秦。你别恶心我，谁让你说我的？来吧，老秦。赵亮亮，感觉怎么样？难受。嗯，你刚回组里不知道，前几天我们刚收的患者赵亮亮5岁，3年半闭锁患者。小朋友，你这么抱着腿舒服吗？ 先心病患者典型的蹲踞呼吸，口唇发干，身体还有点水肿。嗯，给你听一下啊，来，稍等。收缩期，吹风式杂音。张伟，听一下。嗯。 术前检查都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原来今天要安排他一台手术的，但是因为他欠费了，所以就没排。欠费了？嗯。家属呢？家属。哎，唐医生，我跟您说啊，我们有点事儿还想跟您反映呢。这孩子爸爸太不靠谱了。怎么不靠谱了？您看啊，这么小的孩子，家属就连个护工都没给雇。哎，你说这么小一孩，一天天就一人给扔这儿。 他爸呀，就是每天到了探视的时间，偶尔过来送点饭，哎，转身就走，陪孩子时间都不到10分钟。哎，来了，哎，我跟您各位说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还真就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老爸。是啊，好几次家属过来送饭都很晚，你孩子饿坏了，还是科里的护士给孩子拿了吃的，而且他已经欠费2天了。亮亮。 爸爸妈妈呢？就爸爸。爸爸去哪儿了？那你吃早饭了吗？中东呼吸综合征，这是由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引起的感染，可以感染人类或者是某些动物。 动物指的是骆驼和蝙蝠。该感染因为主要发生在沙特阿拉伯，它的症状呢可能包括像体温增高、寒战呐、咳嗽啊，有时候出现咳血、呼吸困难、什么咽痛、肌痛、腹泻、呕吐和腹痛等症状。如果是曾经居住过中东，或者是离开中东14天之内出现发热、咳嗽或者呼吸困难，那就应该去就诊。 就诊的时候，如果有面罩的话，应该在到达医疗单位的时候佩戴好，并且呢，需要事先联系一下医疗机构，以确保对方做好接收准备，防止病毒扩散。目前呢，还没有疫苗或者其他特异性的治疗能。